林信，明天面粉该买了。什么？愣什么呀？想什么呢？几点了？8:30。刚好。什么刚好？哦，小伟做完作业了，刚好去检查检查。让我进去。哎，刘队交代过了，你不能进去。我要进杨队。现在正在审讯，谁也不能进去。小安子，别为难我好吗？杨队，抽颗烟吧。常规了吧？用我来这一套。想问什么你就说。杨队，看来我们要长谈了。你放心，我会配合你的。刚才那个房间是你的吗？我是跟彭兰去的。为什么要跟踪彭兰？彭兰是陈永刚的老婆，我以为找到彭兰就能找到陈永刚。你是怎么跟踪彭兰的？她一直被关在招待所，就是今天中午才从我们的视线中逃脱。彭兰是个很重点的人物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报告？你知不知道警局出动了4辆车、20多名刑警，整整找了他一天。徒弟，我告诉你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你就自己去了。结果呢？还是给跟丢了。我以为我能抓到他。杨队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我们已经做过鉴定了。那29万就是信用社丢的钱。哼，我猜到了。你肯定会说，你不知道刚才的那个房间里藏了20万吧？我确实不知道。那如果知道了，你会报告我吗？这是我的思考，我的判断，我有必要一一向你汇报吗？杨队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已经让我很为难了。这个案子是我负责，我现在怀疑你到底是为谁工作。刘队，我也告诉你，当我坐在这儿，我就知道，这29万肯定落在我的头上。杨队，你是名老警察，法律常识你比我清楚，所以，你必须接受检查。我也没办法。安昭，
注意纪律，杨队必须接受审查。刘队，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？有多么的不利，请你都不要怀疑他，至少在心理上不要把他当成一个罪犯。我的话说完了。大臣，这次你可得好好出口恶气了，大眼儿已经出现了。真的？谁是大眼儿啊？你还不知道啊？现在老百姓都在偷偷议论五幺大案为什么破不了。这破案的人就是作案的人。你说那帮公安？杨岭东啊，早被停职了。你说杨岭东是大眼儿？哼，你也吃惊吧？啊，我不信。这首先声音就不对啊。怎么样，我还可以学鸟叫呢。你学的这不像鸟。我呀，就是那个意思，这声音是可以装出来的。我还是觉得他不太像。这首先杨队长的一脸正气，他怎么会是罪犯呢？哎，你说哪个罪犯在头上刻上罪犯两个字？我还是觉得他不像。对了，直觉，直觉，我就是直觉他不是。那咱们赌一把。怎么赌？哎呀，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哼，五老
老三呢？一切按你的计划进行，就等着看戏吧。25，啊，哎，那就是这颗了。这是25吗？哎，你不是说是第25颗吗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25颗。啊，是啊，是这儿吗？第25颗就应该在这儿，是不是第25颗？应该是啊。那就挖。真挖啊？当然得挖了。挖了。挖挖挖，挖挖看看。要不是怎么办？不是，你得挖挖看。有了，找到了，这你怎么又拄上拐了？怎么，关心下属了？我现在不是以局长的身份，是以哥们儿、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说话，你给我说清楚。说什么清楚啊？就这么办了。怎么办？啊？你说怎么办？嫂子那怎么办？啊？杨帆那怎么办？你的安全怎么办？你嫂子是老公安的老婆了啊？那等于半个公安。这个事儿事后告诉他，他也不会和我离婚的。这杨帆那儿吧，整天和那个老三混在一起，我早就想收拾他。这事儿能怪你儿子吗？对于儿子，你就没责任吗？是啊，杨帆的事儿，我是有责任。我杨岭东在东山公安局混了这么多年，就两件事没整明白：一是这个案子还没办，我先趴下；第二，天天抓坏人，坏人没抓着，也管不了我儿子。啊，至于我的安全，你甭担心。什么老三呢、啊？陈永刚啊，什么黑道白道，动起来谁不敢动手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啊，哪还像个警察，简直像个混蛋！对付混蛋，只能比他更混蛋。越说越当真了，是不是？没我的同意，任何人不准动。哎，我说你没事吧？嘿，上车。嘿。你没事吧？上车。病了。
你不是不是以局长的身份跟我谈话吗？李东，你回来了。老杨，关干什么呢？杨队，嫂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想不出办法，就永远见不到那笔钱。你说呢？
行。我找不到好的办法，我再也不提了。三哥，都说这里的茶不错，来喝一杯。我知道陈永刚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。夫爵，哎，安超，来，过来，坐这儿。有没有伤着你啊？没事儿，杨队没真的打我。啊，夫爵，杨队设的这计好是好，可我就是怕……怕什么？怕大帅于震他们捣乱。他们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别想那么多，是吧？正常反应就是了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？有适当的机会呢，我会跟大帅于震他们
透露一些情况。这个计划才刚刚开始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哎，安超，你跟杨队接触的时候一定要保密，明白吗？是。啊，安超，还有具体几项工作，我要跟你交代一下。今天带我找点什么呀？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谁告诉我的。盛英红在哪儿？谁是盛英红啊？我老婆。你老婆去哪儿？我哪知道啊？我自己老婆去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变聪明了啊？别跟我耍滑头。耍滑头你耍不过我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现在什么身份？是刑警队长还是逃犯？你觉得我什么身份？你总得告诉我你是谁吧？哼，我告诉你啊，白天我是警察，晚上是逃犯，怕了吧？怕。你干嘛整我呀？你应该知道我找你干什么。我不知道。嗯。开枪！开枪！来，马老板，请。你好。这就是我们的娱乐城，怎么样，够气派吧？啊，对了，九儿，你老公啊，以后就是咱们娱乐城餐饮部的大股东了。三哥，电话。哎，你们两口子就等着发财吧！啊，林信，咱们哪有这么多钱承包这种地方啊？三哥说了。看咱们俩的情况再定，先把这个承包给咱们，以后每个月慢慢还。这客人真讨厌，换了好几杯，就先对付一下。林信，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这个地方让我觉着不舒服。咱们承包的是餐饮部，又不是娱乐城，你放心吧，咱们挣的钱呢，都是干净的钱，那种钱呢，咱们不惦记啊。别怕。哎，啊，走吧走吧，我带你们到餐饮部看一看啊。啊，好，走啊。好。哎，看看这四个字，不错吧？是不是有点意思？哦，对了，这是楼上，楼上有38个包房。很气魄的，来来来，看看这边，这是我们开放式的厨房，可以吧？啊，看看。
爸，要不然你现在就过来吧，老三马上就到。公安局吗？三哥，嗯，有位先生找您，请您过去一下。谁呀？不认识，一位先生。到底什么人呢？啊？从来没有见过。哟。杨队呀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怎么着，见了我你是惊喜啊还是惊奇啊？惊喜，惊喜。别跟我废话，把我老婆弄哪儿去了？杨队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把您老婆弄哪儿去了？这话让别人听见可不太合适。老三，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？你是聪明人，你是跟我合作还是跟陈永刚混，你心里应该有数啊。杨岭东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儿？谁走漏了风声？
你跟踪我？什么话？这不是你搬了新家了吗？乔迁之喜，过来看看。哎，这屋干嘛呢？仓库，房东的。我看看。仓库房东的。这儿弄得挺不错的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，于震？我没什么意思。这两份饭给谁买的？想吃你拿走。这屋干嘛的？我卧室。卧室？我看一眼。这是我的卧室，你不能进去。我看一眼。你不能进去。让开。